这一次全国两会呢，我带了一个跟旅游有关的一个建议，那就是在大湾区里面呢构建一个黄金的内湾。那这个黄金内湾的概念，就是我看到现在在珠江口的两岸，包括香港、深圳、东莞、广州以及中山、珠海、澳门呢，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可以连起来的一个旅游城市圈。所以下一步是不是可以在之都上面，或者是在很多像通关的便利，还有携手的去打造一些旅游景点，比方就是说，在我们大湾区里面，其实有5个主要的机场，那这几个机场之间，是不是可以通过外来的游客，他的一些免签，或者是短暂的过境的一些免签呢？他们可以同时间在几个城市可以都度过几个晚上，延长他们在这个大湾区的黄金内圈里面逗留的一个时间。那我相信呢，这样的话呢，下一步呢，就可以为我们大湾区里面不同的城市呢，带来更多的一些客源。也可以发挥好香港、澳门这些国际旅游城市本来已经有的一些优势，形成一些新的旅游动力。